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创作者翻成计划美食赛道最新玩法，轻松过原创，条条爆款，月入10000以上的一个项目。是视频号创作者翻成计划，作者是深耕了8个月，同步更新了很多种玩法。今天带来的是美食赛道的玩法。视频号的用户群体中老年人偏多，美食的制作过程深受大爷大妈们的喜爱，从而影响这个停留、互动、点击、转化、分成，上面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帮助我们增加分成收益。视频号现在还处于发展期，还没达到最火爆的时候。大家看看，视频号现在还只是二级入口，等它升到一级入口的时候，那才真正的黄金期啊！大家看看，赚钱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每天的收入一两百、两三百、四五百都是比较好的。一个号，视频号的话，一个人可才注册五个号啊，五个号赚的钱是更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资料、提前准备。实际操作编写方式，实际操作大家看看400多兆啊，讲得非常清楚，教你如何操作，如何过审啊，如何去重都有。项目需要的资料有收益图、用到的软件、一键批量去重的软件、批量去水印的软件。如果想要百条个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美食赛道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